诸葛亮爱女谢晶晶出席仁安基金会为爱倒立公益活动，邀请大家一同为韩氏倒立做公益。谢晶晶说，在大学时曾经打工发传单，在街上风吹日晒雨淋，经常被民众拒绝，因此更能感同身受体会韩氏的处境。那时候就是趁着读书时期，下课时间不多，对，然后一天，因为毕竟还要可能回家写功课或什么，一天就是两三个小时，对，然后就是去发传单，然后那时候的发传单呢，就是在那个机车阵当中，然后就是停红绿灯的时间，然后赶快去发传单这样子，了解，对，然后就可以体会到。就是在街上啊，风吹日晒雨淋啊，然后可以感受到那种被人家不理会的感觉。是，对对，就其实这也是跟我们韩氏朋友他们常做的工作，像是发传单、举牌，甚至是卖玉兰花，对，都有相同的一个。感同身受的感觉。其实当你要踏出那一步要去发传单给别人，或者是要卖玉兰花给别人的时候，那都是需要勇气的。 对，因为这个人也不认识你，然后他可能你在他旁边发传单要给他，有些人甚至会这样继续看着前面这样。现场谢晶晶仔细解说为爱倒立活动游戏规则，表示会标注朋友来完成任务，并且由仁安基金会志工李静珍凭着多年的瑜伽经验完成倒立挑战，一同邀请社会大众关怀韩氏，帮助社会底层弱势。阿姨，你要不要在这个倒立的过程中跟我们分享一下倒立的诀窍？就是我们预备动作的话，就是双手与肩同宽，然后两个手掌紧握，就是握拳，然后握拳，对，握拳，哎，最重要是与肩同宽，然后哎撑在地上之后，收紧腹部，收紧腹核心啊，核心，对对对，核心要非常的有力，对，用核心的力量。其实我们倒立头是没有在出力的，哦，其实对对对，所以是身体在出力，对对，我们身就是核心收紧之后一直往上，就是身体是往上那个的，所以没有什么重量。哦，好，阿姨辛苦了，你先下来好了，我上传你们倒立的照片。没错没错，然后再来就是 hashtag 我们的仁安标题，就是标题祝韩氏自立翻转人生，然后再来就是 tag 我们的仁安基金会，对 hashtag 我们的仁安基金会，然后再标注三位朋友。对，所以这三位就是如果今天是我的话啦，对，想要邀请谁？我已经想好邀请谁了，对对对，到时候我会在我的 Facebook 上面再 tag 他们这样。没问题，那没问题。基本上呢，就是如果我们 tag 我 tag 三个朋友，对，那这三个朋友再 tag 三个朋友，这样子，我 tag 三个朋友，他们再 tag 三个，这样子他们就 tag 了九个。再加上我的三个，这样子一直不断的延续下去，对对对，那我们就会让越来越多人看到我们的这个活动。基金会在服务的过程啊，其实有发现非常多，其实是大家对于我们服务对象的一些比较负面的看法。那其实为爱倒立，其实就是希望说我们也可以换个方向来看看这个世界的样貌，那也看看这一群人他们的状态，也希望透过叫做倒立这件事情，希望能够让他们重新再站起来。对，那这其实是多重的内涵，那也希望能够用比较活泼、比较有趣的方式去让社会大众能够重新看待这件事情，也重新看待我们服务的对象，所以发起这样子的一个活动，希望能够让爱传下去，也希望让有兴趣参与活动的人能够多关注到我们这样子的一个议题。仁安基金会多年来除了辅导单亲妈妈贩卖烤地瓜谋生，去年还推动多项创新就业方案，包括人工洗车、贩卖文创商品、接卖爆米花等等，希望借由多元化的谋生方案，帮助更多韩氏，让他们透过自身的能力和努力，获得更多的机会，重新自立于社会。其实我们的就业方案呢，在过去我们比较多，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都是我们的烤地瓜妈妈。对，那这个比较主要的服务对象是针对单亲妈妈或者是一些亲寒妇女，她必须负担家计。那其实在我们服务的过程里面，有非常多的韩氏朋友或者是街友，他们大概可以看到的都是打零工啊，做出工啊，或者是做阵头啊，或者是街头举牌啊，发传单，这些很基本的，但是这些东西可能
比较是他们一般能够做的，那也不是常态性的。那我们希望能够透过一些就业的方案，能够增加他们一些对人的人际互动的技能，因为其实他们很多的服务对象对于对外其实都会甚至有点退缩，所以刚才听到的那些工作比较多都会是比较是保守性的，就是他能够付出多少劳力他就做。对，那但是我们在这次的就业服务方案是从去年开始，我们希望能够针对他们不同的个案的一些状态，他们不同的状况或者像不同的能力去然后做一些设计，所以比如说我们有洗车或者是接麦等等这些相关的服务方案，那这些服务内容其实都希望是依照他们的一些比较符合他们的生活的状况或者是他们自己的能力或者是体能去提供这样子的服务。那也是从头开始，因为可能要先做一些教育训练，先教他们一些技巧跟客人的互动等等的，那他们也知道必须要自己要付出一些力量，付出自己的时间，付出自己的体能，付出自己能够做到的事情，然后慢慢的往前。其实它有一点是逐步发展的方式，它不太可能一蹴到位。对，所以我们希望的是用这样子的服务方案，多元的方式去提供他们，希望他们能够透过这样子的一步一步来，去重新的回到工作的一个样子或者是一个这样子的场域里头，那也透过这样子的训练是能够一步一步的让他们慢慢的重返社会。除了给予韩式鼓励之外，仁安基金会也希望你我都能以尊重的态度代替冷漠，邀请社会大众月捐200，让韩式不再挨饿，长期小额捐款支持常年服务，给韩式一个温暖的家。为爱倒立，祝韩式自立。记者林希慧台北报道。